姐姐，这里怎么会有一个奥特曼玩具呢？我们还是把它带回家吧，这个奥特曼玩具还能玩呢。乔治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赶紧上床睡觉吧。好的，姐姐，我要带着奥特曼玩具一起睡，我要睡这里，我睡这里。晚安，姐姐，晚安，乔治。姐姐，你听到敲门声了吗？乔治，我听到了。姐姐，我害怕，我也害怕呀。可是爸爸妈妈没在家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到底谁在敲门呢？要不要去开门呢？乔治，别怕，我去看看，是不是爸爸妈妈回来了？你就躲在被窝里，别出声。姐姐去了那么久，怎么还不回来呀？我好害怕，谁来帮帮我们？小朋友别害怕，我来保护你。奥特曼，你怎么会说话呀？我是奥特曼，只要你说出芝麻开门，我就可以来帮助你了。芝麻开门，乔治，你安心在屋里等着，我去帮你找佩奇。奥特曼，谢谢你。不用客气，是你把我带回家的，我还要谢谢你的，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。乔治，你看我把谁带回来了？姐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刚才我真的好害怕。姐姐，你到底去哪里了？乔治，你还是别问了，太可怕了，还好奥特曼来得及时，不然就……总之真的好可怕。